诉说。一礼拜就大声声，足吵的呢。哦，代志唔好啊啦！哦，你莫咧大惊小怪，有啥物代志慢慢来讲啊。迄老酒档的真正查某囝出现啊啦！啥物时阵出现的？老酒档的敢知影？是伊来找老酒档，还是老酒档的去找伊？啊，老酒档的敢知你的身份？啊，伊安怎证明伊家己的身份啊？你头头讲好无？一项一项问啦，哦。咱拢先莫紧张，一项一项确定。伊敢知影伊家己是老酒档的查某囝？伊毋知。安尼老酒档的，敢找到伊查某囝？伊嘛毋知。啊，伊若毋知，你是安怎会知啦？你是毋是你甲我装痟的啊？毋是啦，迄是因为……哎呦，我伫遮叫你拖较紧啦。嗯。这条破链，敢毋是你甲老酒档相连的信物？是啊，细汉的时阵哦，就挂伫红棍仔顶面的，那安尼就当证明讲哦，伊是老酒档真正的查某囝。这到底是甚物人的相片？啊，伊就是一个哦卖槟榔的槟榔妹啦，我就知啦，伊甲老酒档的这么有缘啊，见面哦，佮见这么侪别了，一定是有原因的啦。就算讲有这条破链，嘛无代表伊就是真正的千金吗？啊，不过哦，伊跟我同年呢，这世界上哪有这么拄啊好的代志啊？你先莫这么紧张啦。既然你已经讲，因互相拢唔知影对方，那恁咱先莫烦恼啊。即摆上重要的是，摕到伊的简体，咱先摸好清楚到底是还是唔是啊。啊，不过伊若是真正是，那安尼是要安怎啊？你讲咧。我才开始哦，要过好日子尔呢，我才不爱哦，过较早迄款日子，我无爱啦。那安尼你着乖乖听我的话，好好甲我配合。好，我一定听你的话，而且哦，我会甲你的话哦当作是圣旨。你若是听话，一世人都富贵。爸，啊你清醒啊？哎，啊你是在位度？我就是看你哦，昨昏酒醉啦，想讲哦，你起来了应该想要啉烧汤，所以哦，才去买鱼啊，等一下要煮鱼仔汤给你啉哦。真乖。啊，婉婉，你敢不知影昨昏是向山我回来？爸，敢讲你真正一点仔印象拢无？我的印象就到餐厅遐尔，后壁我都拢袂记啊。昨昏哦，就是迄个叫奶茶的槟榔妹送你回来啦。又搁是？是啊，足奇怪对无？哪有可能这么拄啊好的代志哈？我咧想哦，这个槟榔妹啊，应该是哦居心不良啦，一看到好爷的人哦，就安尼黏起你，想讲哦是不是安尼以后会当过好日子？哎，婉婉，你真正唔通安尼讲话。人送我回来，迄拢是好意。我看伊哦，根本就是为着家己的未来咧打算啊！好佳哉，昨哦，我拄啊好回来呢。啊，若无我看，伊真正会爬去你的名声顶啊！你真正愈讲愈超过呢。爸，我是讲真实的呢。迄昨我回来的时阵啊，我是亲目睭看到伊拄拄啊好送你去房间内底哦，嘛看到伊哦拄拄啊好替你嫁配。我著看伊安尼鬼鬼祟祟啊，所以哦，我唔才赶紧出声啊。啊，若无伊衫裤若是脱啊，爬去你的眠床顶，哇，死到迄无的代志，拢讲这是有的代志呢。上恐怖的是啊，
伊巴肚内底有别人的囡仔，更会叫你哦做变老爸，这唔是无可能啊！当然啦，我知影爸你唔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啦，我唔过哦，人心隔肚皮。虽然哦，这个槟榔妹哦，生得水水啊嘛，高追高追，啊，不过谁知影伊心内想啥哈？那是哦，伊对爸有其他的企图啊，就亲像伊想要甲爸仙人跳，啊，叫爸吐一寡钱出来哦，这拢是小可的代志啊。上恐怖的是啊，我惊伊哦会安尼透过爸，想要做这个家的女主人，安尼是要安怎哈？你若安尼讲哦，就真正离谱啊！我是感觉奶茶迄个查某囡仔，应该毋是像你讲的即款人。伊的心机也真正遮尔重，有即款的想法啦。顶边伊送我转啊，伊就会安尼做啊。伊安尼一届两届，明明就是有机会，啊，不过伊煞无爱下手。你敢知影？伊这就是为着要得到爸你的信任，这叫做放长线钓大鱼。爸，你是永保集团的董事长嘞，是一个黄金单身汉嘞。有足侪哦，想要跟你熟识迄足少年的查甫囡仔，迄哦满世界拢是诶。因哦，就是看你安尼孤单寂寞，知影你需要温暖，需要陪伴，毋才想讲哦，是毋是会当利用即届的机会，会当得到一个平稳的未来？爸，你是老江湖呢，千万哦，袂当伫咧即个时阵哦，现存哦，佮想啥物啊？入室女弟子。啊，若无，时到咱厝内底哦，一定会吵到迄厝顶拢变鬼啊！奶茶伊送我转来，只是好意，所以你真正唔通想遐尼啊济。啊，以后啊，我嘛会注意。是讲话讲倒转来，我嘛不应该啉到遮尼啊醉啊，后边变到遮尼啊失态。是啦，爸。啊，不过上重要的，你哦爱离较远的啦。啊！若是你以后要去倒啊，你会当带我去啊，我会当替你哦赶苍蝇哦。哎，好啦好，别搁讲啊！我听你讲安尼啰啰的，我头壳有我晕。哎，这膏药的药啊，我吃一粒啊。亚明啊，我先来去摕迄个份子。哎，好啦。等下鱼汤若煮好，再甲我叫。哦，好。伊毋是之前甲蔡玉茹还佮江宏杰斗相共迄个细汉的啊？无毋对，就是这弟。那恁之前伫咧餐厅的洗手间拄到江宏杰？啊！你这几件代志幕后黑手，敢有可能就是伊啊？我是无认为讲江宏杰伊改过自新，不过我认为江宏杰无遮尔啊戆，要单调手下，伊无可能阁用。这确实无参详伊的作风，那恁到底是啥？我已经派人去查出地缘的原因，只要抓到伊，就知影讲吼，我租厝家到底是啥。小金光，别。你给我消息。店长。喂，江姐，好，你等我起来啊。哎，哎，你下工。哦，我在。查到队员下落啊，我即摆哦，甲警方过一条。老公，千万要注意安全哦。我放心啦，为了志文，还够有捌去人伤害过的人偷工刀，我会注意安全。阿姨，阿志文状况有加较好？你妈唔知影。还是我临时有急事要出去，啊，较晚我过去病院看志文，我先来。
姨，你要去倒？去了伤害志文的歹人，安尼伤危险嘛？大家离恁边啊才危险啦！我若无抓到歹人吼，我都无法度保护我厝内面的人啦。你放手啦！我唔放啦！两人代志交予志明啊，够警方就好啊。志文阁需要你照顾。若是无抓到歹人，我哪会知影志文伫病院是不是安全？你甲放手啦！我警告你哦。啊，若无，我袂带人，你有信哦？阿姨，我会当理解你唔甘志文想要抓到伤害志文凶手的心情。啊，不过你安尼真正足危险的，志文若是知影，一定足烦恼的。你莫提志文来害我啦！若不是志明大主大意，志文哪会发生这样危险的代志？即摆搁倒伫病院，你甲我放手啦！你放手啦！阿姨，假使你坚持要去，那你我带你去。啊，谁在你啦？你即摆为停车场外面走出去，紧紧赶紧了！阿姨，你较冷静，伊即摆情绪这么激动着，无啥会开车啦。是地缘呢，那不快有志明啊？臭小囝，敢伤害我后生！家仔，首先有准备这台车，阿伯去了了。你要走去啊？没想要走的。代志你唔免烦恼啦，你赶紧联络警方，更换我的手机定位，赶紧甲我斗相共。阿姨，你莫安尼啦，若受惊万一……莫啰嗦啦，若无想要出代志，你给我点点啦。对，放好伤害我姊妹的人煞。够钱，那我可能无在家。对吼，啊，佳云哪会无落车？我，你想干嘛？啊？我到底？阿姨，快点叫救护车去！
赶紧救救下，救他！老婆，你小心点些，救下是哥。小太监，老婆，你放心，咱已经到病院，我一定陪你身躯边，你一定平安无大事啊。家小，你也突然间走过来，你唔惊我把人看到？不会，你拢已经搬回去啊！是行去有谁看到？可是我来无来找你，你是不是连讲都无爱讲一声，你就回去啊？难道你对待我？是的啦，我有真多重要代志要处理，爱处理煞我才能来找你啊。根本对你来讲，我会心疼，我会不安，不是你摆伫咧头一位要处理的代志。你敢知影我一直在等你？我想讲你会回来，啊，不过我等到天光啊，等到我目屎拢流干，你还是无回来。今日我若是无来找你，你敢还会记得我？家秀，不是安尼。你敢知影你拄则一开门，我是啥物款的感觉？看到你挂行李要走啊，我感觉你要放弃我。家秀，你是我上心爱的人，我都可能放下你。阿姑，你哪知我要退房？我经过柜台的时阵，无出来听到的。昨日伫会场外面，拄好看到我甲慧玲的冤家。今日阁拄好伫柜台边啊，知我要退房，哪有这么拄好的代志？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在想，你是不是不够信任我？你想要知影我是不是跟罗家会当紧切断关系？啊，我想要知影我办离婚的进度，所以你一直在跟踪我。对，我就是无安全感。不管我做出什么失去控制的代志，你要负上大的责任。因为你根本无为着咱的幸福在打拼。嘉秀，你袂当来讲我，我对你的爱一天比一天更加深，我一定会给你幸福。为着咱的爱，我已经做真多真多代志，我嘛承受真大压力。你安尼误解我，我会感觉真艰苦。你有啥物资格讲你感觉艰苦？我逐天拢活伫痛苦，还佮有矛盾的情绪内底。想做要爱你，我对你的爱偌深，我后悔着偌深。我上大的愿望，就是得到大家的祝福。我想要在所有人的面头前，跟大家讲你是我的。这种无言也搁未去讲的爱情，我真正足痛苦的，我根本无法度承受啊！我知影我今摆有哪讲实的，啊哪让你行动，你嘛听袂入去。但是你跟我讲，你希望我安怎做？我要参照进前，待在恁家安尼同款，大天都会当看到你。而且我无想要待在饭店啊。你要跟我搬回去罗家？现在袂用的。我要让罗慧玲知影，咱两个人互相依赖，而且无法度分开啊。袂用的，你莫闹啊。我甲我的丈人即摆有真侪代志要处理，你若搬入去，会影响到我的计划。你是讲你真紧会处理好这一切，啊，不过日子一天一天过啊，你的借口永远拢无改变。小小，我对咱的爱，真是真认真嘛，真打拼。不过Dora已经知咱的代志啊，伊想对你真反感。这件代志一定要好好处理，啊！若无我，真有可能永远失去这查某囝。
了解啊。你会当无我，啊，佫袂当无你的查某囝，对无？不是有所讲好的未来，无一声再会。我了解啊。你会当无我，啊，佫袂当无你的查某囝，对无？吴家秀，你真正就悲哀。家秀，喂 ，Laura， 爸爸今日无加班，我等下回去啊。我妈真想要管你学习的小秘，嗯，哦，等我，爸爸马上回来。收你卡，看起来一定应该赵天宇玩家啊！一、二、三 ，S， 什么？读秒啊！天宇哥若是无伫个十五秒以内出来找家秀，那恁天宇哥还是有希望。你是讲赵天宇已经甲吴家秀分开啊？要等去慧玲的身躯边哦？那无可能呐！赵天宇的心基本拢无伫慧玲心上。天宇哥真爱 Laura， 所以天宇哥也是有一点仔希望会当回头。若真正是安尼，咱就应该要尽全力去靠近伊回头。啊，讲是真简单呐，啊，毋过做起来足困难的呢。用对方法就袂困难啦。行，咱去等天宇哥。回去啊！拄好，敢袂当搭便车？丽玲，咱就车。天宇哥真有风度，所以伊一定送咱去要去的所在。丽玲，妍希，您到底要去倒啦？去天堂。卖讲生笑啦。咱要去天堂酒吧哦。不是，我讲的是用死了后才会当去的天堂。放下！哎，妍希，别笑了，你冲天了！妍希！王妍希。你停下哟！你刚刚在那里做什么？你看没有？我早就算好时机，我才会出手的。安怎？是不是真刺激？是不是比我一个更刺激？原来这就是你替我你出去的方式。咱识得这么久，你竟然来找我麻烦，心底想要谋杀我？讲到谋杀，有家秀的手段就比我更加凶啦。家秀唔捌伤害过任何人。你讲唔对啊！有人要谋杀你的某，你的查某囝。你看到恁厝内底的人危险，敢讲恁一点仔感觉拢无？我当然有感觉，也毋过恁要讲这种话，你就爱有证。嫌疑上大的人是吴家秀，我是合理怀疑。吴家秀到入去领导了后，就发生气爆，多人煞一点仔去互害死。最近慧玲一直出代志，手段一届比一届更加粗残。起码只有慧玲消失，吴家秀才会当扶正。你确实有杀人的动机。我知影你甲丽玲，发现我甲家秀的代志，也毋过你正正嘛同款的深深爱过一个人，甚至不择手段想要甲伊做伙。感情的代志袂当用一般的道德标准来论断，就算讲你想要替慧玲出去，你嘛袂当讲家秀是杀人犯。
那安尼 Dora 呢 ？Dora 只是一个无辜的囡仔，我认为伊会受到伤害，那是因为伊对吴家秀无好感，所以吴家秀单独去陷害伊。既然为着要维护这个小三，你就无要追究。奶奶，你敢有资格做 Dora 的爸爸 ？Dora 是我的心肝宝贝，我当然爱追究。要不过我会等气爆调查报告，我才知道要怎做。这种话袂当我白讲，你要有证据。家秀已经善良，无可能伤害别人。你哪会这么确定你无看唔到啦？无得卡，我已经找到吴家秀陷害慧玲的证据。我唔相信。顶个慧玲去用设计，伫个车顶烧炭自杀，凶手有留一份遗书，迄个遗书就是证据。我已经摕迄个遗书摕去鉴定，等鉴定的结果出来，我就知影我讲的是对还是唔对。无可能，迄份遗书一直伫我身上。你确定？敢讲迄当是会长，你将阮遗书偷来去啊？迄无重要，我只是想要甲你讲，我伫吴家秀饭店房间内底有找到一支笔，我真确定，迄份假造遗书是用迄支笔写的，所以吴家秀要脱罪，恐怕真困难。这份是出事同意书，麻烦你签名。我别的，董事长。吴家秀那种恐怖情人，伊今晚在对台领导的人，怎么你马上在对台里？我的，我无可能冒着金金，快点对来跟慧玲安尼受伤。天宇哥，我今晚找你是真正一片好意。我真正希望你会当想好清楚，你为着吴家秀安尼失去一切，敢有价值？妍希，我拄则真正要惊死啊！啊！你甲赵天宇讲完了，我伫遐路，再甲你讲，咱先走，行。妍希竟然找到外边，这些代志变甲愈来愈歹处理啊！我若是无紧处理了所有阻碍，可能对害家秀和咱国会是杀人凶手。袂用的，我袂当害家秀替我背黑锅。上高的酒，搁冰加。好。我逐天拢活在痛苦，还搁有矛盾的情绪内底。我对你的爱偌深，我会后悔着偌深。想要在所有人的面头前，甲大家讲你是我的。这种黄黄也搁袂去光的爱情，我真正足痛苦的，我根本无法度承受啊！你心情不好，
都来到会议呢，大家都很好困啊。阿夫人哦，还有暗时照顾老总裁，所以我无你的代志，你先等下。好。我伫半路的时阵，爸爸的车故障啊，所以耽误一段时间。你若走过来，干嘛咪困啊？我就听着厨房有声，我会惊。那是水管的声音，你免惊，你继续困，爸爸去客房睡。一个啊，就困去啊！你无困去，你拄则特地来看咱两个，你哪会不爱甲特地讲话啊？因为妈咪疼啊。倒来，头拄啊，特地我过来的时阵，你有闻到伊身上的味无？我有闻到一种出讨厌的香味。哇，别讲话啊，紧困。
林志明，爱我丢毒啊！像一个查甫囝，你就全部退算了。喂，小妹，地面给警察抓去啊！想有办法，绝对袂当让伊讲出这件代志跟我有关的。必要的时阵，用必要的手段。奇怪呢，像那新门环人吼，闲杂人等没入去啊，莫名其妙嘛。妈，先生，你哪来啦？妈，你明知影大嫂有心，竟然还敢带伊开车去约人。那是真正发生代志，你是要怎甲大家交代啊？这哪会怪我啦？我讲要去抓歹人，时间硬要对啊！谁叫你去抓歹人？你敢是警察？想嘛知影，大嫂是因为无法度甲你阻挡烦恼，才会对你去的。好啊，莫搁念啊啦！啊，恁大嫂今麦情形安怎？我本来哦是想要去看病医啦。啊！不过爸烦恼你伫警察局闹代志，就叫我先来看你啊。哦，讲几波，还是唔知影你大嫂即摆状况安怎？妈，我知影你因为个人关系真生气，啊！不过你嘛少想一下，你一个查某去约歹人，大家会烦恼。连大兄拢无法度抓到歹人，啊！你家己去，大家哪会放心啦？希望大嫂无代志，啊！若无大兄，一定足艰苦。好啊啦，莫再讲遮个啦。即摆上重要的吼，是我惊迄颗地缘吼。听老师讲，住宿者是谁？啊，你伫遮，阁有法度斗三工？是袂用的啦，无，咱先去病院好啊啦。安尼毋较差不多。啊，是讲，迄个地缘敢有讲啥？我毋知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阁毋相信。伊已经偌久啊！好啦，咱先行。老婆，你生气啊？老公。可能还未准备好要来这个世间，咱讲一寡时间等伊，一定到咱身躯边，伊心中的天顶叫做天上。希望吧，希望吧。老婆，这跟你无关的，好不好？没在无关的，给他电话拨到哪里？可是我该过。就继续留在我的巴肚内底，袂离开。若是我无说你，我该过好，伊才离开啦。唔是安尼，唔是安尼，你莫作假。不然万一发生这种代志啊，你先较冷静啊。你个身体照顾我好，我会陪你身躯边，我陪你做伙面对。等等爸爸，等爸爸准备好，一定会倒来咱身躯边，好吧？你莫安尼啦。你想看卖小王子？那个小王子，小王子需要人照顾啊！你给吧，小王子。对啊，我讲小王子，我讲小王子，我来袂记啊。对，那个小王子，所以你个坚强的，不要去乱想，好，你个坚强的，知无？对啊，我坚强。很尴尬，救命！为什么你把我扔给我囡仔？
是有所讲好的未来，无一。青牛，这份怎么来安怎？有情节个，啊，不过怎么搁困去啊？我入去看伊啊。唔爱理伊啊，好好好休困，莫去搅扰伊。爸，阿哥即摆状况是安怎？志文即嘛额叶受伤，有一寡代志吼记袂起來，啊，情绪嘛无啥好，这就是我希望恁先莫入去看伊的原因。啊，伊敢会记得你是谁？会记得啦，啊，不过伊袂记的代志吼，我大约我甲讲，总共一句啦，伊即嘛。情绪啦，啊，甲表达方式啦，甲以前拢无同。若要恢复到以前的状况，恐怕还无少时间。咱都要看书办事啊。无要紧啦，到哪会就好啊。啊，话题不管安怎，咱都会陪在伊的身躯边啊。大兄。嗯。我甲阮妈拍算看完过以后，要去看大嫂。啊，大嫂敢有要紧？佳云人平安啦，啊，不过囡仔无保掉啊。哪样呢？大嫂，你即摆人伊着真艰苦，我去陪伊啦，吼。慢，阿姐是先爱去啦。啊！恁嫂啊，即摆情绪毋是讲真稳定，互伊小静者，一时阁无法度接受这事实啊。志明，是的啦，若毋是我坚持要去抓迄个歹人，佳云的囡仔嘛袂安尼。恁的囡仔无去，我有一半的责任。小明，你带小云去抓歹人，你有够乱来呢！我不是跟你讲过啦，莫这么冲动。你无要听，佮大媳妇落水，你个乌爸母造成大家危险，你到底在从啥啦？若是你无去嫌吼，佳云嘛愿意，我愿意去照顾佳云的身体。免啦，免麻烦啦，免麻烦，阿姨你的好友，我知啦。我是讲，我是想讲吼，佳云回后头厝啦，让伊回后头厝休养，啊，有厝内人吼在照顾伊，对伊帮助会较大。安尼嘛好啦。佳云伊若无去，情绪上一定无法度承受，这点咱都要体谅伊，要尊重伊意见。你若按我讲好就好了。我嘛是安尼想，我先来看这个。大爷会安尼哦，应该是因为大嫂即摆情绪足激动的，你才心情遐尔歹啦。所以两个人结婚以后，我从来没看过伊面色这么歹看。珊珊啊，你大嫂等于后头出进前一段时间，一定要好好照顾伊。我知。哇，今日就寒哦。上街都要穿遮少，那你看引导啊。大姐，你看啥？这是门路基金会的活动，应该是有人发现这只海豹搭伫咧遮，希望吼会当予更加侪人看到，甲引导三工。
这基金会往某类固定捐款，最近有高温病房用过啊。除了帮助花莲偏远地方的老人一天可以吃两餐饭以外，也协助帮助花莲的失智老人。有一个较有岁老大人，甚至有慢性疾病的老大人，就算是资本这么简单的代志，对你来讲拢真艰难。是啊，啊，即马得要过年啊，这天气阁愈来愈冷，希望这老长辈吼，拢能得到温暖，过较真好。对啊。哎，佩奇，哎，吴家龙，这个没看呢。啊，是讲你想要参加选举做会啊？你是蔡依？我当然嘛是蔡依，要唔过家龙，你记唔得啊？伊是奶茶，唔是佩奇。不是啦，伊是佩奇，不是奶茶。伊叫奶茶。是佩奇。奶茶。是佩奇。错啦，没有完啦。我重新自我介绍，我叫做佩奇，啊，绰号是奶茶。哦。是讲，恁两个人关系是？嘉龙哦，是我小弟啦。嗯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天气真多好。啊，你那是谁问大姐？这件代志哦，讲起来话头的，我平常哦都算完，要恁家比无？好啊，行，行。就袂到哦，这个世界竟然遐尔细啊！啊，细一零哦，大家拢熟悉。是啊，这个代表我甲恁家就有缘分的呢。而且我之前听嘉龙讲，伊的大姐就厉害，原来就是你哦。我之前哦，慢慢收到风声哦。阮家龙伫咧学做蛋糕的时阵，捌对一个查某囡仔真有好感，原来就是你哦、喔。无啦，迄都已经过去啊，过会，过会。足久无见面啊，即个拄着，我感觉你甲我之前时阵配饰有淡薄仔无同款哦。因为即摆的我就是原本的我啊，而且我嘛感觉你无同款啊呢，生囝娶某了后，完全是变一个人呢。伊当然嘛爱有改变，娶某以后，伊必须要应付代志真多。假使伊若阁参像较早共款，遮尔囡仔时，咪变啊较成熟诶，这边来演。嗯，即马是一家之主哦，袂歹嘛。我看你即马敢若较好斗阵，嘛袂歹啊。男的以后，请多多指教。来。好。啊对啦，我今日真哦，本来要去别人家找你呢。你要找我，什么代志啊？就我听爸讲，进前伊啉酒醉，好佳哉吼，你送伊倒转去，所以吼，以后我甲你说多谢。伊讲吼，好佳哉有你，啊，若无代志就麻烦。这无啥啦，这小可代志尔啦，无啥遮尔客气。还佫有啦，我听讲环环对你无啥礼貌，啊，伊这人个性本来就是安尼，较白目，你唔通佮伊计较呢。阿爸讲，伊要代替伊向你回信嘞。讲到这去缓缓哦，真正足莫名其妙诶，我嘛感觉伊足白目诶。啊，毋过阿爸真正无需要代替缓缓替我回信嘞，因为这件代志是缓缓做唔对，是应该缓缓向我回信嘞，毋是阿爸来向我回信嘞啊。还是我替缓缓向你回信嘞好啊。伊有时阵讲话哦，真正无用头壳，歹势啦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安怎要替环环去回事嘞？因为伊就是我的太太。啊？环环就是你的太太？无怪只萱姐拄则讲，你娶某了后有足侪代志爱无闲爱克服，原来是安尼哦。你竟然愿意娶环环，你真正足勇敢的呢。无啦，其实环环嘛有够水的所在啊，只是哦有时阵较白目啦。嗯，看在因是恁某的份上，我就唔爱甲伊计较。多谢你，我嘛会靠近环环，叫伊莫阁有别乱讲话啊。嗯，歹势哦，叫一下电话。喂。永琪，你刚到位啊？啥？
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歹势吼，泳池伫咧世界饭店外口，刚发生小插撞，我先过去甲斗处理一下。嘉龙，你陪奶茶开讲，我两面就来。哦，好，谢你哦。好，拜拜。哎，奶茶，我看哦，找一个时间，你甲环环做伙食饭好无？互恁家互相了解一下，无的确，恁会变成好朋友呢。你是要怎啊？你讲这是要创啥？还要去砸掉？我哪会知影你的反应这么大？因为我一点仔拢无想要跟你做朋友，谢谢，不要再联络了。我的裙去买个奶油呢，我等下佫有一个打工要做，所以奶油唔知敢袂当洗好清气。我替你处理啦，这本粮是阮姐夫的，我证实，你等我一下。哦，多谢你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用咱阿较认真的奶茶请起来新婚啦。我听因朋友讲哦，伊来世界饭店是林嘉宾的，所以等一下我一定会想办法，甲伊哦拎过不要提走。这件代志交我处理，你无问题啦。你讲房间几号？哎，唔通伫遮啦，等下靠你。1108是，好，我即摆随过。哎，我有替你借着迄洗衣精啦，会当替你把环境关的垃圾洗好清气，你免烦恼。你最近饭店怎做生意呢？迄当然啦。啊，不过看你遮尼宝贝迄条裙。你是要偌侪钱啊？咁足贵个？3000块。我着知影伊毋是啥物好东西啦，真正是咧做乌个呢。哇，佫一届3000，既然知影房间个号码哦，一定要家去闹一下，予伊歹看，安尼伊以后就毋敢出现伫我面头前。大姐，想袂到我敲电话给你，安尼甲勇气哦，竟然这么拄啊好，就伫个饭店门口靠，这哦就叫做是天意。嗯，阮两个人都在处理代志啦，啊是讲恁来伫遮，啊这么着急敲电话甲阮叫来，到底是要创啥？大姐，你先哦，无需要知影遐尼啊济啦，等一下你就知。嗯，恁哪有这张房卡？嗯，所以你订这个房间，你要创啥？我真无简单，才摕到这张房卡的呢。等一下哦，恁着准备看好戏啦。大姐，永清，你拢看到啊吼？伊就是咧做特种行业的啦。你以后莫阁相信伊讲的话啦。哎，你是黑白讲啥？我哪有黑白讲哈？你就是咧甲别人哦，咧开房间啦。即摆迄个查某应该是伫浴室内底哈。胡家龙，那是你啊！你竟然开钱开查某，我跟你拼了！拼了！阿玲不是啊，你误会啊，你较认真个啦！你拢伫个房间里块抓着，人证物证我拢有啊！你讲，佮你个讲白菜，你当作啥个囝仔尔好骗哦？我无甲你骗啦，迄是因为奶菜裙抹着蛋糕，我要替伊洗，唔才会借这个房间。你本这种理由，你是要骗谁啊？我拄则明明哦，听到奶茶咧甲你讲电话，佮讲甚物一届3000块，你敢讲袂赞？喂，我迄是拄则伫个边啊，查某囡仔，我拄则是讲，我的裙一领3000块，不是一届3000块。拜托你，莫看钱也生钱囝，你看点点啊？这种钱你嘛要贪心？你真正准备见笑呢？你离我较远个啊！哎，讲话较客气哦，我赚拢是清气钱。我想要跟你讲个客气哈，真正唔知影什么款的爸母会生出你这种查某囝，还为着钱哦，就跟查某人乌白乱来啊！我不准侮辱我爸爸妈妈！哎，你别跑啦，你别跑！小心！哦，我皮啊！拉住！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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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前教育，谁让人会伫咧遮啊？还佫有，谁让咱后尾替伊洗裙啊？因有熟识啊，拄只吼，我佮你留下午茶呢。而且我相信吼，遮都无讲袂惨。大姐，你毋是一直甲我当作是一家人，你到即马佮替遮人安抚？我无咧安抚伊，我嘛是拄着才知影，因两个人早就熟识啊。走，你啥物时阵熟识即个人啊？我哪拢毋知啊？你之前讲你有交过一个女朋友，根本就是伊。毋是。我真毋相信嘞！你看，你到即马佮替伊安抚。我就讲毋是啊，你讲毋相信。你是查某，你还叫人袂见笑啊？想伊我的红色心，我跟你讲，只要想我的红色，你袂晓笑啊！你这是莫名其妙的，是不是笑你啊？袂怕好啊！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拜托你了！该啥你照顾啊！家龙客他做啥该莫名其妙啦！好难过，好难过啊！出门就开门，哎呀，你让你妈还等着，哎呀妈，我一定让你快点过来！我来，别想查某，就是笑的。总算是该洗清楚啊！嘉龙，你真足糊涂的呢。虽然讲我相信你甲奶茶是清白的，也毋过你做代志毋知要撇嫌，无怪环环伊误会。我哪会知影环环会走来？就算讲环环伊无看到，啊，万一别人看到，出去外口别乱讲的，这破坏的是奶茶的名声呢，是甲你是要安怎赔啊？我刚才是要替奶茶把裙洗好清气，我无想遐尼多啊。拜托的，你拢有某囝的人安尼，你哪会当无想遐多啊？所以我就讲你糊涂嘛，啊做代志无顾钱嘛不顾啊。对，大姐讲了无唔对啦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成何体统哈？我怕着只是嘟嘟啊好啦。欢欢，我会当体会到你的心情，我嘛知你的立场。要唔过，就算讲你免咯，你嘛要有责任。大姐，你唔是徛伫我这边诶，我会当了解你的想法。要唔过，既然嘉龙甲奶茶拢向你解释到这么清楚啊，你想怎要好好听因讲，硬要安尼起脚动手？对啊，我就甲你讲是误会，我是恁翁咧，是安怎你唔相信我？好啦，我知影这是误会啦。你甲奶茶无乌白来啦！哦，你相信就好，那呢，代志就到这结束啊。什么结束？我不会啦！我问你啦，迄个奶茶是不是你的前女朋友啊？你老实讲，别骗我哦。阮敢那是普通朋友。你是不是知影伊今麦在做槟榔西施，所以调过来去等伊的哈？你哪会讲袂听啊？我讲唔是就唔是。好。拿你的手机摕来，我要看你的手机内底敢有伊的电话号码。摕来啊，摕来啊！哦，欢欢，你莫安尼啦，嘉龙毋是看会乱来的人，你嘛莫搁别乱想啊，嘛莫搁逼伊啊。你安尼做，对你阿母的感情并无好处。大姐，你若真正这么贤，是安怎不到最后你还是离婚啊？大姐，你若真正这么贤，是安怎不到最后你还是离婚啊？我若是真正听你的话哦，拢安尼去点点哦，死狗，我真正来跟你同款啊！哎，你伫大姐的面头前讲这要创啊？啊，拢也是因为你害的啊！我唔知安尼讲，我爱安尼讲，大姐有才有法度了解啊！我唔管啊，非得你哦，袂当搁甲迄个奶茶见面啊！阮两个人也无安怎啊？你哪会这样啦？今嘛无安怎，无代表讲哦，以后袂安怎啦。我唔管啦，我要你就抓啦。你以后袂当甲迄个奶茶见面啦，永远拢莫有交叉啦。你哪会闹袂煞啊？凊彩你，我不想要管啊。大姐，拜托你替我考考好，我真正挡袂牢啊，我要去游泳啊。唔，那是嘉龙哦，你嘛同款，恁大家哦以后上好拢莫甲迄个奶茶见面啊啦。
因为只有安尼做，才会当让青龙甲伊啊，永远拢莫有接触。哎，你安尼敢是想过超过哈？我交朋友嘛，经过你的同意哦。大姐，你明明就是站我这边的，我唔管啊，你也跟我同款啊。啊，若无，我惊以后会去让阮红蛇放煞啦。好，我听你的。那安尼以后，我着甲奶茶保持礼貌的距离，安尼会用的无？好，大姐，你讲话爱算话哦，这是你讲的哦。嗯，我要来做义工啊。大家哦，若是拢听我的，迄个奶茶哦，就无法度接近嘉龙啊。啊，毋过。看起来，伊是老酒档的查某囝的可能性哦，愈来愈大呢。大家若是知影这个真相，唔拿酒家的财产，连嘉龙拢真有可能去被抢走。袂用的，我一定要查好清楚。我尽力头毛，你心情应该有较平静啊吼。我知影黄华哦，常常有人起立讲，啊，不过你莫插伊的话。我今摆有较平静啊，对啦。这个罗阿是咧倒买啊？是安怎哟？我感觉伊足厉害呢，甲我的头毛安尼用甲足顺，足真济。这我拄买尔啦，你若是介意，会当送你啊。真实哦？当然嘛是真实嘞，你会当随身扎嘞，足方便嘞。多谢你嘞，我这多谢你。我听这璇姐讲哦，你叫阮爸两届。无啦，迄是因为哦，我拄着恁爸的时阵，伊就人家咧醉茫茫，现在互人欺负啊。既然我看到，当然嘛爱甲救啊。我想哦，就算讲是别人，嘛一定会救伊的。是你想过客气啊，这毋是每一个人哦，能参照你这有正义感。其实有件代志，我唔知影我是毋是应该讲。有啥物话要讲，都你讲袂要紧。我知影我安尼哦是足低薄的，啊，不过我发现恁爸爸哦，伊心内底有足侪心事的，嘛足孤单的，所以才会常常一个人去饮酒，人家安尼醉茫茫。其实哦，我感觉伊足可怜的呢。拢是我无够友好，无够关心伊才会安尼啦。我真正足不好。无啦，我唔是迄个意思，我无咧怪你哦。我知影啦，是我家己哦，你怪我家己。对啦，啊，恁爸甲恁哥，伊两个人的感情敢有较好？你哪安尼问？因为我第二遍拄到恁爸的时阵，伊脸甲醉茫茫，甲人冤家。我还记得是有人讲恁哥的歹话，伊才会甲人去下动手的。敢是真实嘞？当然嘛是真实嘞，这就表示哦，恁爸真正就要紧恁哥的。啊，是的，拢是安尼啊，啥物代志哦，拢藏伫咧心肝内。这件代志袂当甲恁哥讲哦，若无伊心内底一定会艰苦的。听你安尼讲哦，我才总算有淡薄了解阮爸的心情。唉，我真正是足无路用的查某囝。你对阮爸的了解哦，竟然比我搁较侪。无啦，你想伤侪啊，只是我拄好拄着尔。啊，不过吼，你会当想一个办法，帮助因爸仔囝好好。毕竟对是大人来讲，一家伙仔会当平安快乐，就是上万万的代志啊。好，那安尼哦，我来想看卖应该安怎做。多谢你，加油。两万英文字母 A 到 Z， 好啊，来啊，预备起，英文字母 A 到 Z， 去我赢啊！妈咪，我想要找帮我做一下，好，爱注意安全哦。好。Tony， 你陪伊去，我甲伊照相好。好，我来陪。
娘姐。敢袂记哩？较早乱到伫美国的时阵，你每天早上都会陪我去中央公园玩。你家里，但是每次下雪都会陪我一起打雪仗。我说要坐马车，你就陪我去坐。拿着笔电在马车上跟客户开会。你一直都很看重我，不管我要做什么，你都会陪着我。我细汉的时阵，你多拉个皮，唔知安怎甲你创治，你拢会对我好。我曾经以为，我选择的丈夫会跟你一样爱我、包容我，但我现在才发现我错了。天宇一直觉得我对他的爱是一种负担，我想问他。外面是不是有女人？但是我不敢面对真相，我很怕他承认他爱的是吴家秀。我不知道我要怎走，查某囡仔，啊，四个你共创治啊，摕这整人玩具啊，啊，几个小朋友拢叫伊当阿哭啊，我看到我都该没收啊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小男孩的爸妈在哪？找无啊，本来这个病要摕予伊爸母的，结果找几波找无人。你的查某真正伤过好啦，我要去甲伊讲清楚，我因知影好电着伊外口拍。好歪啊！来啦！好歪啊！Dora， 你如果拿笔去电他，不就变跟他一样吗？人会当先领奶、保留、甲挽留你。为什么要我领奶？领奶就更是好人欺负啊！妈咪的意思是，人会当先好好甲伊考劝，让伊知影伊家己做唔对啊。你若是对伊出手，伊嘛会受伤啊。我伫个校去互人欺负，我拢直接回转去，安尼唔只是咧保护家己，我无想要生啦，我要倒去处理啊。Dora， Tony， 吴玲，无你就倒来啦，我先陪你。好，麻烦你啊。起码有赢啊！好，你把地址发给我。嗯。Tony， 我要出去，麻烦你替我顾多啦。还有打电话给医生，请他来看一下我爸，看他跌倒有没有怎么样。有啥物状况再甲我讲。好，我等下去看医生。
坐下。我有照你讲的时间去调监视器画面，这个人就是送你去白衣的人。这张相片太模糊了，不够清楚。也许没有其他监视器有照到这个人的正面吗？那是有，我早调给你啊。这是唯一的一张相片。我看这个人也是为善不与人知，来匆匆去匆匆。看来要找到这个人真困难啊。嗯，这个代志你动作爱较紧嘞，我才靠你。真正有够衰啦，要来饮一杯啊咖啡，拄到小查某，有嘴讲别人，无嘴讲家己。我看你这臭目嘞，你莫动手哦，要若无我绝对甲你拼。顶一遍伫个丧葬会场，你找我的麻烦，我袂甲你算账的。你想想这啊，我是想要请你吃糖啊，嗯？你到底是甲谁讲电话啊？我敢那听到酒驾，到底是倒一个酒驾？跟你无关系。你是甚物？唔紧回答是吗？随在你安怎讲。歹势啦，我甲妍希讲代志讲到一半，做恁讲啦，我无想要甲这个小查某有纠缠。你是安怎翕张宏杰的相片？你是在相片顶端翕的人？当然啊，莫讲是背影，就算讲伊化作虎，我嘛会认的。是讲你是安怎要偷翕江宏杰的相片啊？这甲你无关系啊，请你走。也是，蔡韵如说，这个人叫江宏杰，我有看过伊的新闻。你嘛是在意着不？你觉得他会是救我的人吗？这张相片确实足模糊，搁无翕到正面，而且甲江浩杰体型相共的人遮尔啊多，这应该无可能是伊啦。嘛是啦，我看过江浩杰的新闻，伊看起来不是遮尔好心的人。嗯。你若有机会去阮家，则麻烦你客气给阮爸吃。这敢是爸甲妈较早上爱吃迄间雪花糕？是啦，我是山顶看妈的时阵，拄仔看到这雪花糕了，想讲先煞要阿爸吃的啦。你安尼做吼？就是咧关心爸，啊，既然安尼，你是安怎要老实把家己心情表达出来，免咧唔夹夹的？你家己提起送给爸唔就好啊？袂啦，你是咧歹势啥啦？为着你替我客气就对啦。你真正甲爸同款固执呢，是讲你嘛开始有淡薄咧改变啦。过去的你吼，若是甲爸起冲突、冤家。你无可能参像即摆安尼，阁会主动关心爸。我愿意甲伊成为妈，
我无希望讲妈伫咧天顶过替爸咧烦恼。非得这件代志，你莫讲阿爸知影啦。你替我把这雪花糕摕转去回家，就对啊啦。恁爸仔囝到底要记起到哪当时啊？我来开门啦，李先生。永琪，小云姐，哎，哥，妹，你嘛在家？那安尼拄好，我是来找嘉轩姐哦，回来找食饭，你嘛做伙回去。你吃就好啦。为什么？我惊讲我回去会破坏厝内气氛啦。既然你拢愿意改啊，还阁有啥物袂改变的？除非会当证明讲，欢欢毋是爸的查某囝，啊无啥物代志拢袂改变。你若是真正安尼想吼，你就是暗算一世人拢袂回酒家，对无？我无希望等于佮欢欢安尼吵吵闹闹，一个好好的家去安闹个安尼乱糟糟，一个家都无成家啊。我知影你佮欢欢袂合，我嘛知影你对欢欢的身份有足侪怀疑，啊，毋过。那是为着爸嘞，你敢愿意为着爸试看卖甲黄环好好相处？呀，先莫逼我，好小想看卖来。无安尼啦，黄环是我的弟夫啊，这件代志算起来我嘛有责任，无咱来做些约束。什么约束？我负责的了解，还佫查清楚黄环到底是毋是酒驾啦。要毋过，伫我调查清楚之前，你敢会用个嘛试看卖，甲环环和平相处，就算讲你无法度马上搬转去酒家住，上无你一礼拜转去一逝，陪爸食一顿饭，安尼敢好？好啦，即个我听你的。会当食饭啊！哎呦，啊无今仔啥物日子啊？家己煮饭。我找朋友转来食饭啊，陪你做伙食。你阁想要变啥把戏啊？等下伊就知。爸。满意不？啊，嘉轩要回来吃饭，我哪会不欢喜？嘉轩要回来吃饭，我哪会不欢喜？哎，是讲哦，欢喜嘛不一定爱讲出来啦。等下哦，你都菜吃较济，最好是吃到变成胖老爹。爸，永春又早把手要来给你哦。哦，好，好个。永成伊去拜妈，伫咧回来路顶，伊专工走去买进前你甲妈上爱食迄间雪花糕，做当互你食。啊，伊去看伊妈妈哦，这比啥物代志搁较重要。爸，你哪安尼言不由衷？你明明心内哦就足欢喜的，搁要嘴硬。哥，你应该袂甲爸计较吼。食饭啦。哎，那呢，咱大家先讲吼，咱这礼拜找一个时间啊，去山顶看嘛，一家团圆，安尼好不好？哦，你若安排好就好啊。永春，你莫把时间排出来哦。好。安尼气氛哦，就搁较对啊。等下大家应该会当加食几碗。欢迎欢迎的。啊，恁大家拢回来啊！欢迎欢迎的。
爸，我拄则有听到讲哦，你要去看大妈哦。是啊。那安尼哦，我嘛要去啦。自从我礼拜酒驾了后，我到今嘛还阁无甲大妈拜会过呢。我想要哦，好好甲伊感谢一下，感谢伊哦，北塘遮尔大，愿意哦，互你接我回来。欢欢，即阵啊，你拢住伫个酒家，真罕咧转去。你是不是应该找时间转去陪一下家龙，还佮宝宝咧？佮他安怎讲？即阵啊，恁两个人才打完架，你应该趁即个机会好好修补恁个感情。哎，嘉璇的顾虑也无唔对啦。好啦，欢欢，啊无你家己哦，再佮想看嘛。是啊，佮想看嘛。那呢，大家来去食饭。大家做伙食饭哦，上欢喜啊！啊，顶一届做伙食饭的时阵是爸还跟我妈的结婚纪念日，迄届我嘛是安尼煮几道菜，今仔日嘛是，希望以后我的厨艺哦会当愈来愈好，大家感情嘛会当愈来愈好。伫个结婚之前哦，我真少安尼一家人齐聚一堂，大家哦做伙斗阵食饭。是讲勇气，多谢你啦！啊，你准备了这么多菜，互你无用啊！其实哦，我感觉我即马坐伫遮哦，足温暖的呢。以后你就会愈坐见面嘛。嗯，我希望以后食每一顿饭哦，拢会当大家安尼和和气气，对不？哥，我知影你到即马，伫你的心内也是无法度接受我。我嘛知影你也是无法度承认讲我是酒驾的人。啊，不过迄样哦，这是无法度骗人的呢。我输，我若是亲像你甲勇气共款，自细汉就伫个完整的家庭大汉，无得靠我即马，就变作是一个大家闺秀啊！啊，人的命运有时阵嘛是无法度家己控制啊！我真正足希望讲会当甲恁大家哦好好啊相处。哥，只要你以后莫阁针对我，我相信哦，你一定会当偷偷啊接受我。咱是不是应该要给双方搁再一次的机会哈？都不是要你马上接受啊，你偷偷来就好。好啦，我尽量啦。那恁这顿饭哦，我会当安心吃。啊，好啦，阿来再来开动，开动，好。还阁有人客，我先来开门。我是还阁有谁啊？大家拍摄，我靠他车啦，所以我赶快到。没啦，我嘛拄坐来尔。永琪，你是有要冰冷哦？啊，若无伊哪会来啊？欢欢，奶茶是咱的朋友，你袂当对伊安尼讲话。哎，是啦，欢欢，啊来者是客，袂当安尼无礼貌。这样，哦好。阿爸，我会请奶茶来做伙食饭。第一是要化解哦，欢欢伊对奶茶的误会。啊，第二是你啉酒醉，奶茶哦伊连续两间拢送你转来，我甲哥一定要好好甲洗道谢。阿伯，叫了啊？没啦，没叫了啦。啊，来车是客呢，讲什么叫了？还是讲你甲环环是去什么所在无拄好，叫永琪知影？爸，是安尼啦。其实奶茶甲阮小弟真久之前就已经熟识啊，不过最近因有一寡巧合，互环环伊误会讲阮小弟甲奶茶有暧昧。永琪，是这件代志对无？是啦，啊，我有听奶茶讲啊，因头一次见面的时阵哦，都无啥欢喜，所以我想讲哦，大家做伙食一顿饭，啊，把迄误会哦讲好清楚。佫真敖斗嘞，我哪有咧斗？阮是咧开讲，你才爱斗。
永琪，我知影你是好意啦，啊，不过每一个人看代志，迄角度拢是无共款的。无法度啊，我就是无介爱啉奶茶啦，我甲一杯奶茶就是哦，饭创袂下啦。所以哦，你要是卖勉强我啦，啊，若无，这顿饭哦，会食到就袂圆满的啦。婉环，拄则甲你讲过啊，你即摆安尼真正足无礼貌的。不要紧啦，那恁这顿饭哦，恁大家吃，我先来等。哎，妹啊，你袂用走？哎，是啦是啦，我甲永琪爱好好甲你说多声呢。婉环，这奶茶小姐几落届拢送爸转来，算起来嘛是爸的温情人。所以不管怎样，咱拢应该好好甲伊说一下多谢嘞。你若是知影伊安怎伺候爸，你就袂安尼讲话啊啦。你毋是希望讲后盖啊，伫咧厝内食的每一顿饭拢会当安尼和和气气？我都已经答应啊，啊无敢讲你要即马将这气氛改变啊歹去，下爸连饭都食袂落去。车子，坐啦坐啦。你看，安尼真好啊！大家拢退一步，莫个代志吼，不该这么复杂。婉环，不管安怎吼，爸爸确实是有一挂所在啊，容易麻烦着奶茶。所以等下你甲永成、永琪啊，爱做伙甲奶茶说多些。啊，你照过来，两支人就转。啊哼。阮家平时哦，除非是贵宾来，啊，若无，阮爸是无伫开酒的。本地的福气，我会当啉到我爸的私藏红酒，你面子够大呢。谢谢啊，阿伯，多谢你呢。哎，免客气啦。啊，是讲哦，拄才黄黄讲的话啊，你嘛唔通藏伫心内哦。哦，来来来，大家开动，啊，紧食，免等。多谢。哎呦，其实这个主料真正真好。哦，哇，我食迄个菠菜真正足好食。拢煮的哦，那真厉害。奶茶、菠菜加加瓜，查某囡仔有补血。哦，多谢。我感觉真正足有耐心的，你安尼照卡点会着。我都食加加瓜哦，你客气。我要食吧。爸，点咪你加。这菠菜最好食。哈哈哈！看起来顾人怨哦，唔甲你家家出西啊哦。这是我家己足搞的啵。周永成肯定头顿来食一顿饭，应该是想要顿来这个家。啊！不过伊若是继续安尼甲我定调调，早晚会发现我毋是老周董的查某囝嘞。即马足侪证据哦，拢予人怀疑讲哦，奶茶才是老周董的酒。啊！伊甲酒界的人愈亲哦，对我就愈不利。我得爱想一个办法，一概哦，甲周永成甲奶茶拢吼吼出去，上好连吴家璇哦嘛徛伫我这边。滚油啊，足强诶！我今仔就提起，予大家做一下试验。无够，才阁有吼。嘿，奶茶，拄则你讲的，迄是真诶啊假诶啊？那个啥物时代啊，阁有迄少年仔会走去槟榔摊要甲你食豆腐？当然嘛是真诶，啊，你做服务业哦，啥物拢会拄会着，特别是奥客上侪。哈，即款小弟哥，若是我拄着。我一定给伊吓到，让伊骂都袂认你。永琪，查某囡仔人哦，讲话唔通遮尔粗鲁。啥？人啉酒欢喜，想着啥就讲啥。你叫我嫂，你真正啉伤济啊！永琪，本来酒量就歹啊。
嗯，以前啊，阿家雪，看个那菩萨爽快啊。我头壳有淡薄疼，我应该嘛啉伤多啊。啊，是啊，我本来啉红酒嘛，我拢会头疼。哦，今仔这囡仔遮厉害啊，我咧头晕目啊。我知啊，环环，你是不是加料？ 你是不是偷偷伫这内底套酒？你讲，林二娘，这种套酒大家啉袂出哦。我甲你讲，你莫为着你家己酒量无好找借口。我哪有啊？人我即款红酒嘛，剩一点点啊，无我家己啉完好啊啦。啊，等下哦，大家哦，就做伙捧杯啊，一起来干杯，好无？嗯。诶，环环。啊？ 哦，你看还真贤哦，哈！啊，大家做伙啉，拢小可咧醉啊，伊也一点酒味都拢无。你敢袂想讲要困？我手量哦，阁算袂歹啦。来，大家杯啊，捧起来。嗯，干杯！干杯！ 今日去甲十个，就是顿饭真欢喜。啊，可能想过欢喜，所以哦，这红酒啉无两罐，我都袂堪的。我要先来休困，啊，恁要继续，恁继续啊。哎，爸，你等我啊，我嘛无法度啊。哎，佳媛姐，你今仔日莫回去，你留落陪我睏。哥。哟。 奶茶哦，你送回去。我唔是叫你开车哦，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啊看你是要叫代驾，是讲要叫车哦，你随在你，交你啊。好。我陪你做伙，胡爸这边帮忙好。来。嗯。谢谢哦。来。哦。 你拄则毋是问我讲是安怎无注意啊？无法度啊，迄是因为哦，我无啉着掺迄爱困药的红酒呢。你哦，就偷偷啊困啊，等明仔载困醒了哦，恁酒家就会风云变色。
食着，更是互人欺负啊！妈咪的意思是，咱会当先好好甲伊苦劝，互伊知影伊家己做唔对啊。你若是对伊出手，伊嘛会受伤啊。我伫个校被有人欺负，我拢直接回转去，安尼毋只是咧保护家己。多少是没得困啊？困啊！这是你的，自己拿去放。嗯。我是有心的人。而且才刚刚开刀完，这么晚不睡，刚刚你都没想要知影是什么原因？要是睡不去，心情不好，你去看精神科啊！我不是医生啊，我不能跟你斗相共。我是哪位做不对？你为什么现在要对我这么不耐烦？我不对你不耐烦。我今日伫公司无闲几工，我足忝的。无代志，你莫找我的麻烦，敢袂用？天宇，谢宋爷，你身躯无芳滋味，看起来今仔日是真正足闷。你是伫怀疑什么啊？有什么话直接讲，无需要你当阮世界。该坦白的是你。你是起笑呀，还是严师哥你另外你讲什么？我当甲你讲，你心情不好的原因，都是因为这两个姐妹吼，因敢若伫你面头前讲我的歹话，破坏咱阿母的感情。除了这，因阁会做什么呀？至少我的朋友是真正在关心我。你不要只会检讨别人，你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，心里有数。歹势哦，我看你倒连眠床拢无顶，当我想讲你死啊！好佳哉你搁我嘞，我毋知咱继续问你密码是啥物。我本来就是，慧玲会真听我的话嘞，想袂到伊甲你同款，真爱控制我。恁爸仔囝真正是一模一样嘞，老爸想要对付我，我就先下手为强，让伊坐轮椅。今毛慧玲无听我的话，想要找我的麻烦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对付伊较好啊？不是有所讲好的未来，无只想在。今毛慧玲。无听我的话，想要找我的麻烦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对付伊较好啊？
听，听无？啊？哦，我听话，你是讲有什么代志针对你来，卖伤害慧玲对无？安尼嘛好啦，嗯，我著听你的。伫我知影密码之前，我袂当送你上路，要毋过我即马会当先甲你算者。就冰了不？啊？哥，虽然你今嘛半死不活，也毋过至少够利用个阶段，你通替我转移慧玲的注意。我完成所有的代志，进前上好慧玲带过来我。你看你，之前开这么多药给你嘛，你都要乖乖吃，上好把药拢吃落去。若是出什么问题，我就带你去找医生算账。不要再去找我的麻烦，这是你自己找。你放心，我今晚袂甲你烧落去，阿若无我嫌你就大啦。咱今晚来玩一个游戏，叫做“神啊，请多给我一些时间”。卡索你今晚后背叮当，你马上就烧落去啊！若是等呢？你牙头前的冰块融去，你阁无下落去，就表示天公伯啊，愿意给予你一点仔时间活咧。所以你想要为怎么开始祈祷？
酒啉起来特别胖，特别顺。你是我的太太，我连卡都袂用开你啊！你是啉酒醉哦，慧玲，我知影最近工作压力伤大，所以我情绪无啥好，我对你态度较冷淡，可能会造成你误会，我才甲你解释的。我想要好好弥补咱阿婆的感情。你走开！我应该是现实的呀，安尼讲我无够。顶摆我予人设计，差一点仔无命，一一点仔拢无要紧，只想着要去参加商总的活动。后来又把我留在停车场，我的孩子差点保不住。对我来讲，这拢不是误会，是你已经不爱我。我不是不爱你，我是有开嘴讲过我不爱你，要么都已经解释啊。那是我最近工作压力伤大，你莫想伤多好不好？我想伤多，好。我上次在你裤子口袋发现一只耳环，一般都该谁？耳钩？什么时阵代志啊？我根本都唔知影。你以前来问我，你今嘛知影？你会当回答我？你无头无尾讲耳钩的代志，我是要来回答你啊！你嘛知影，我上班穿的衫拢送去干洗，可能迄阵落入去的，这是唯一的可能。那安尼，你身躯的香水味呢？香水味，这是搁你怀疑什么呀？你身上有一种香水味，我都已经数不清我第几次在你身上闻到同样一种香水味了，连 Dora 都发现了。你跟我想要讲是我想伤济，真是虚构的代志。即马搁问我香水味，我跟你讲，我最近为了商总理事长的选举，我一定来陪客户去酒店。我的身上有酒店小姐的香水味，这真正常啊，有啥物头大惊小怪啊？酒店小姐的香水味，那也在你肚后，拢是赶快。这我哪知啊？无的卡，这款的香味，每一个小姐拢爱用啊。我对查甫囡仔香水我也无了解啊。敢讲我去酒店消费，我还会问伊，你的小姐是用啥物牌子的香水啊？我无相信你讲的。我到底我安怎做，你才不愿意相信我讲的话啊？你甲我讲，你身躯的香水味是按照甲家秀的同款。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就相信你。你是安怎阁讲对家秀迄边去啊？因为我真确定，恁身躯的香水味是同款的。啊，你更加无啥物通我讲的啊！正经家秀就住伫咱兜，咱兜有的香水味是真正常的代志啊。那安尼是安怎？我甲多啦拢无这种味。干那你有家秀的香水味？因为你疑心深暗鬼，看见了也心实的囝。因为你怀疑我，所以你看每一件代志，你都感觉真可疑。我捌甲你讲过，家秀是一个神经真大条的人，
不管是对查甫还是对查某，也态度拢是同款。最可怜你误会，不管喏，家秀已经搬出去啊，你莫再甲牵涉你来，会用的话。我只不过问你一句，你就这么直接替家秀说话，叫我怎么不怀疑？我唔是替家秀讲话，今日话做任何一个异性朋友，我嘛会安尼甲你讲。我即摆回答，你有反应？ 我无法度接受。我应该讲的拢讲啊，我嘛甲你核实的。卡索你讲我无法度接受，我嘛无法度。外口是啥物声？我嘛唔知啊，我去看嘛。 门怎么没有关啊？你对这有出去哦？无啊，我入去房间时阵门是关的啊，敢会着贼偷？无可能啊，我们有装保全系统，有人闯进来，警报器应该会响才对。我去看看。 我啥物拢唔知影，哪有可能唔知影？拢唔知影，你到底要做啥？我无啊，我无。哎，啊，但，哦，我敢会记得讲，我是伫客厅泡茶，过来，我唔知我是安怎，哪会进来房间啊？总之，哪有可能会相信啊？哦，那呢，你是安怎伫客房？你敢有印象？ 我会记得，我伫个餐桌上，就伫只拍落啊。想知影是不是你怎啊带你来？哦，我你莫讲，你莫解释，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我冇是要看到你。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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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去
多拉发生什么代志？老师讲，多拉身体不爽快，要我去舞蹈教室接她。老师说，她的同事已经联络到多拉的妈妈，然后已经去教室接她了。但是，我今嘛家家都通知啊。进行了对待我，今嘛我都来对待。唔要那只硬啊！我真佩服你。我怪人咧讲，祸害一千年。要唔过即马拜托天公伯啊，紧收你的命，
啊，若无你都会亲眼就看到目送惠玲去见阎罗王。好啊，你莫阁吵。这件代志不管是真诶也是假，拢是意外。顶届啊，设计阮爸设计无成功，啊，即摆换设计阮个性。你咧想啥？我拢知知的啦。你即摆讲一句，你阿姊看卖啊！你别创啊！你要对你的小妹动手。爸，你即摆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拢是咧共西人的。你都犹在安尼话袂讲。所以惠玲是生还是死，都要看你表现啦。即摆肯甲咪妈讲我知啊。咪咪。你愿意讲吗？手内的车棒载着无咱的遗憾，深夜的巷仔口淡无心啊，你的讲好啊，永远不散，哪来变成空？是啥原因讲好的未来，无一声再会，孤单变成两人的梦，往事随风飞，不是有所讲好。心肝底袂后悔，是啥原因讲好的未来无一声再会，孤单变成两人的梦，往事随风飞，不是有所讲好的未来无一声再会，最后一句心肝底袂后悔。